位新生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 Amherst 这个鸟不山林水秀，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气候温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步调悠闲，坐拥群山怀抱，又有宁静康和旁切而过的美丽小镇，是个非常适合专心读书的好地方。各位若夜半时分从 Hartford 的 Bradley 机场落地后，一路向北，经过五光十色霓虹高挂的春田市 Springfield 之后，看到灯光渐渐消失，只剩树影幢幢，夜风飒飒，并且突然发现原来月亮会发光，就是所谓的月光，而且月光好亮，就是所谓的月亮，你就知道距离 Amherst 安城已不远矣。平心而论，位于 Pioneer Valley 咸丰谷中央的安城是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小镇，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交通地理上却又四通八达，东有北美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又称为美国历史摇篮的麻州首府 Boston， 千万别招惹 Boston 球迷啊！西边的邻镇 Northampton 是比安城略大的小镇，有更多好吃的餐厅，另外还有女校 Smith College 可以参观参观。更西边的 Tanglewood 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夏季演出场地，每年都有世界著名的 Tanglewood 夏日音乐节，可以见到吗？有有有。北边的 Vermont、 New Hampshire 以及 Maine 三州更是赏风滑雪赏金的度假胜地，有非常美丽的 Acadia National Park， 南有篮球的发源地 Springfield， 再往南有世界之都纽约市，开车只要3个小时，更往南还有著名的迪士尼乐园，开车只要19个小时，虽然正常人会选择搭飞机过去。要介绍 UMass Amherst， 就不得不先认识一下所谓的 Five College Consortium 五校联盟。根据维基百科，美国的五校联盟是历史最悠久也最成功的联盟之一。五校联盟是由 UMass Amherst 以及其他四所邻近的 college 所组成。College 就是只有本科生或大学部的4年制大学，包含全美文理大学排名第2的 Amherst College， 它就位于 Amherst Downtown 的旁边，据说是高富帅的聚集地。By the way， 全美第一的 Williams College就在麻州的西北角，王力宏就是那里毕业的。大家不要太沮丧，影星理查基尔也是念过我们 UMass Amherst 五校联盟。另外还有南边的 Hampshire College 以及2间女校，西边的 Smith College 和南边的 Mount Holyoke College。 五所学校虽然各自营运，但又有许多共享的资源，共享公车不用钱，共享图书馆资源，共享课程任你选。安城华人基督教会的五校学生联合团契就是由这五校的学生们所组成，欢迎各位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至于 UMass Amherst， 虽然在全美最丑的校园评比中榜上有名， GRC 和 Campus Center 的确看起来颇令人伤心，但是相信大家都是注重内在美的高级知识分子，这点小事就不要太计较了。注重内在美的各位想必对于填饱肚子的问题很是关注。关于填饱肚子的问题， UMass 可以说是得奖无数，傲视群雄啊，吃饭皇帝大。在校内吃饱的常见方式有很多，但是要提醒各位，校内的鸭子和松鼠等野生动物是不建议捕捉猎食的哟。 Campus Center 下方有好几间餐厅食堂，菜色包含披萨、汉堡、墨西哥卷饼、泰国河粉、香茅鸡饭、三明治、沙拉等等等等等，是个方便觅食的好所在。而校园中好几间 Dining Common 则提供吃到饱的 buffet 自助餐，菜色丰富，样式多元，在五校联盟当中可是羡煞旁人，包含 Worcester、Franklin、Hampshire 以及最大的 Berkshire 的餐厅，无论办理 meal plan 或是单次购买入内用餐都非常值得。每年万圣节前夕，这些 buffet 还会有龙虾大餐。校园内还有许多其他隐藏版用餐地点，大家可以上 UMass Dining 网站发掘。另外对于研究生来说，自己携带饭盒非常经济实惠，营养健康。 Campus Center 下方的食堂以及各系所都有微波炉，因此自己带饭也是个不错的好选择。除了校内用餐之外，在校园之外也有许多餐厅可供选择，其中亚洲料理也有许多。 Downtown 有 Panda East、 Miss Saigon、 Fresh Side、Arigato 东方风味。学校北边有 House of Teriyaki， 西边的9号公路上有 Ginger Garden 故乡，东边的妈妈店不是亚洲食品超市，更多其他各式餐厅留待各位慢慢去发掘，也可以参考我们所分发的新生手册。这本手册是由五校学生联合团契编辑制作，欢迎各位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更多关于在 Amherst 的食衣住行娱乐，请参考新生手册，或是环顾周围，请教坐在你身边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居民，到底是有多老？这些同学与居民来自于安城华人基督教会。安城华人基督教会约有35年的历史，主要由五校学生和本地华人家庭组成。每周日早上，我们有中文礼拜和英文礼拜，会后还有免费午餐。每周五晚上，我们有小组聚会，包含福音组、家庭团契以及五校学生联合团契。会后还有免费点心。您可以在福音组中了解基督信仰与圣经，也可以和家庭团契的家庭们，或是五校团契的学生。等等等等等，一直团契团契的，到底什么是团契啊？团契就是英文的 fellowship， 希腊文的 koinonia， 简单来说，就是一群因着上帝的爱聚集在一起的伙伴关系。家庭团契的兄姐们友善热心，个个厨艺超群，还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弟弟、小妹妹、小 baby、小正太、小萝莉。小而像学生团契的学生们，飞天遁地，能进能动，环飞燕瘦，各有千秋。除了周五的聚会之外，每个团契也有各种五花八门、多彩多姿的活动，有庆生、庆生、庆生，出游、出游、出游，聚餐、聚餐、聚餐，游戏、游戏、游戏，运动、运动、运动，分享、分享、分享，营会、营会、营会 ，barbecue， 期待火锅，尤其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迎新送旧，出其不意，青春无敌。离家在外，有时会觉得地球是个寂寞的星球。你有没有曾经何时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有啊。留学生活也会有疲乏困顿委屈的时候。安城教会总是在这里张开双手，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解劳分忧，欢乐与共。若是同甘共苦，则泪会止住，泪会止步。最后衷心祝福各位精彩的留学生活，有着无量前途，鹏程万里，一展抱负。各位的留学梦，安城华人基督教会愿意与您一同守护。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代表安城华人基督教会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景色秀丽、环境优美的小城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教会敬拜神、服侍神、也服侍人，愿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带给需要的人。希望你们也能够参与我们，一起来追求真理，探索人生，传播神的爱。如果你们有需要，请让我们知道，不用客气，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再次欢迎您的到来，祝你们工作生活愉快，学业有成，愿神赐福你们。